扑上瑜伽垫，做伏地挺身，外加开合跳。金曲歌王萧煌奇，防疫时期宅在家，也要保持良好体态。防疫在家工作，特地唱歌给粉丝听。萧煌奇日前才刚大方认爱，有稳定的交往对象，如今好运跟着来。16号在私人脸书开心发文，终于打到疫苗。经纪人说，萧煌奇是排了半个多月才终于等到 AZ， 真的非常幸运。完疫苗的萧煌奇心情都很愉快，目前只有接种处酸酸的，其他身体状况都很好，下周才会开始工作。戴着防疫面罩，手叉腰，准备接种疫苗。艺人王彩华在疫情还没爆发前就先打第一剂疫苗，7月5号再去施打完第二剂疫苗。打完两剂的他，身体没有出现副作用。现在我们的疫情呢，严峻，非常时期。我们一定要共体时间。王彩华表示，即使打完疫苗也是不能掉以轻心，依然要做好自我防护。防疫女神贾永杰也去打了 AZ， 说自己没出现副作用，要国人赶快去打疫苗。艺人纷纷带头打 AZ， 呼吁民众有疫苗就去打，让全体尽快有抗体。三立新闻孟国华、张启云台北采访报道。